全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是王苑进。平安和灾难、欢喜与哀愁，通常都是在这一念之间。在昨天晚上，新庄五股那个地方，有一家金纸的工厂，突然之间发生了爆炸，连远在将近1公里外的这样子的一个民居的范围，他们在包括他们的玻璃还有车窗几乎都被这样子的爆炸声给震碎了。当然，在这一次的意外发生过后，我们也非常难过的获知了有4个人往生，20多个人受了轻重伤。当然，在发生灾难在第一时间之内，不管是消防单位或者是救火的单位，全部都抵达了现场来全力抢救灾区以及这样子的一个灾难的现场。我们更重要的是，看到了慈济志工的菩萨们在深夜当中接获到了这样子的讯息，赶紧的复位陪伴关怀这种受惊受难的家属，以及送到医院的，我们赶紧去进行陪伴与关怀。看到这样子的场景，真的是令人心惊胆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看看，在昨天晚上发生的这一场突然而来的灾难的一个讯息。人生真是很无常的事情，都是在一个闪失中发生。刚刚要出来之前呐，看到了大爱的新闻报道啊，第一条新闻呢，那就是五股有一个工厂啊，那就是炮竹工厂，里面呢也很多的金子哈，金钻啦、炮竹啦。那在昨天晚上8点20分左右，突然间呐，一声巨响，威力之大，方圆1公里的房屋啊，或者是车辆都玻璃都会碎掉的，可见那威力之大，更令人呢，唔甘的哦，那就是有4个人呐、往生，27个人呢轻重伤，分送在5家医院哈、5间病院。那慈济人呐、接到了这样的信息，即刻动员呐、有3重5股泰山的慈济人呐、即刻呢前往，开始去做陪伴复位，同时呢也为救火英雄啊，那提供热食，一直到了，在凌晨，应该就是，讨债哈，2点多了，才离开现场。那有的慈济人呐，也到几个医院呢去做访问呐。那早上8点呢，又开始呢，慈济人呐，那开始呢就要去一一呢，再做详细的哈了解，而且呢，这都是在瞬间呐，平常就是那样平平安安的过啊，那突然之间呢，刚那一声的巨响啊，那方圆呢有1公里多的房屋啊，玻璃震碎了哈，车呢，据说在附近的车子也都被波及，可见呐、平常都是要时时很注意，提高警觉呀、一不小心呢，所酿成的灾祸呢，那真的是非常的严重啊！各位，我们天天都在呼唤着，人人都要时时顾好这一念心。我们要平常之前要好好的忏悔，没有一个人
说一生没有错误过，没有一个人呢一生没有造了业啊。所以人人啊，我们都要细细的思考。所以啊，我们要很把这个心要照顾好。你是要成佛呢，或者是要在这个六道轮回中呢，要看我们这一念心啊，心存善念，尽是善呐、啊，恶念存心啊，恶无边哦。所以啊，都是一念心啊，这都是在我们人人都可以做得到的。不管你要上天堂下地狱，都可以一念心都做得到。总而言之啊，我们要发心立言。我们刚刚听到上人的开示，其实当我们看到了新庄五谷这个地方，它的爆竹的工厂发生爆炸之后，本来是欢喜快乐的一个家庭，顿时之间看到亲人的离去，其实那种心情的悲伤我们都可以体会得到。而且本来平常是大家都非常的这样子的平平安安，但是当无常灾难一来的时候，从天堂转眼之间就会变成了是地狱一般的这样子的情景，总是令人大家感受到心情非常的难过。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种天堂与地狱，或者是平安与苦难，总是就在这一念之间。而刚刚上人也特别告诉我们，其实这不仅仅只是无常的变换，最重要的是我们心存善念。而在慈济世界里面，我们更看到了许多的慈济菩萨们，虽然大家不管是生活上有所困乏，或者是在经济，或者是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面临到了许多的苦难与障碍，但是只要发出了这一念的善心，总是突破种种的各式各样的一个困难，直到的往踏非常踏实的踏在慈济的菩提大道上。其中上人就特别提到了有位郑明文师姐，这位郑明文师姐她自己本身家境是非常的平凡而简单，但是当她在二十几年前听到了上人的开示，提到说要盖一间医院，希望能够来抢救生命的时候，触动了他的内心那种一心向善的无限的潜能。在那个时候，其实家庭的经济情况并不是很好，但是呢，他也发心立愿，一起要帮助上人，帮助慈济，希望能够投入自己点点滴滴的善心爱念，也能够投入在这样子的一个救人救心的菩提大直道上。接下来就让我们去透过画面来看看郑明文师姐她到底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突破种种的人生的困难，甚至于她愿意放弃了平常能够非常安逸的一个生活，她愿意帮人家帮佣三年五年的一个时间，她都也要来达成济世救人的伟大的宏愿。她是再普通不过的家庭主妇，却因为许下的愿让他不平凡。是我无钱，我无半行，钱也无力啦，无半行。三人讲伊钱无力，无一条命要去命，我钱无力啦，无我无半片大草啊，片油啊，片半，我一条命，我这条命那个未好，未生啦，无法生啦，尴尬要我吼，伊叫我做啥就该做啥呢，好像能去命一样呢。一股脑的全心投入，让当时看来不可能实现的愿望，居然一一达成。捐一百万的荣董郑明文证明了一件事。有愿就有力，愿望有多大，力量就有多大。人穷志不穷的郑明文，当下就跟他的老板，同样也是慈济志工的翁千惠，提出借一百万的要求。他跟我讲说，但你必须要先一百万借我，我三年还你。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这样子，通常是每个月月付嘛。那他这样一讲，我真的吓到了，不过吓到了。总是觉得他是慈济人，他是为慈济付出的，我们应该去成就他的愿力啊，所以我马上就答应了。其实早期郑明文一直守着家业，原本只是单纯的被证严法师的悲心所感动，想帮慈济募款，而会让他付诸行动卖命帮佣的关键，竟是小女儿谢佩君不经意的一句：妈，你真厉害耶，
叫别人做，自己不做，自己不出钱，叫别人出。这句话像当头棒喝一样，重重地打醒了他。于是靠着帮佣的收入，六年后郑明文终于得以一偿夙愿，圆满的荣董。但接踵而来的愿力并未就此打住。今天我们跟着郑明文来到慈济医院台北分院当志工。14年前的某一天，当时他也是像这样子在医院里抚慰陪伴病苦的众生。一个助念的机缘，他得知了往生者背后孤苦无依的凄凉遭遇，于是一股人苦我悲的心境涌上，当晚他就发下了第二个宏愿。我唔知听真真可怜，啊听了等于唔知去暗吼，三规暗一直饲大鼻子，啊饲饲吼，后尾发现一千顶病床，啊我吼，啊我是讲，啊我嘛在做病房，也是咧发愿，我嘛唔知，啊我加看时间，4点，啊真正是发愿，唔是咧做梦咧。哇，我惊者，我想1500万咧，啊我那遐戆，我是咧看发遐大愿是要安怎？我是讲，我真正发落去，少年讲吼，你有发愿要做，不要不能没做，那没做吼。啊，那少年讲，咱大家咧上叫那回向文吼，愿消三种诸烦恼。你愿那是消啊，烦恼就来啊；啊，愿那是得，你愿那完成啊，你地位就开啊。啊，这样，啊对。或许是天公听戆人吧，即使木1000张病床的过程历经了几番波折，但这些逆境并没有击退郑明文完成大愿的心意。不到2年的时间，在众人的惊讶声中，他做到了。虽然所发的愿都已一一实现，但郑明文行善的脚步却从未停歇。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郑明文师姐这种发大愿的力量的过程，真的是令人相当的感动。虽然她的人生平凡，但却展现了不平凡的人生，而这样子不平凡的人生的展现全部都来自于一念心向善，而且这一念心向善所发出来的大愿是愿愿皆圆满，愿愿皆成就。所以上人在早上特别有提到，其实一心能现十法界，十法界从一心现。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一个境界，全部都来自于我们自己一念的心善，所遇到的善缘自然就能够有所谓的善果。而当我们一念心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所遇到的种种的一个过程，到最后总是恶果不断的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所以一念心的这样子一个心灵的境界是相当的重要。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聆听上人的开示。有一次他看到了龙董受证啊，他一直想要呢往龙董的目标走，所以啊他又想到了哪一位委员的家可以让他呢再完成这个龙董。他就想到了翁千惠，他就是呢向翁千惠师姐说，那你能不能完成我这个心愿，我也为你做3年的帮佣，我会更认真更认真。那千惠呢他也感觉到说，今后啊大家应该认识他的人也不少嘛，他很发心，家境很好，他就呢让他做。那在1年多一点呢，有一次呢他来问师父说，有这样的一位师姐，她很辛苦很认真啊等等啊，她要募款啊，那这么的精进用心啊，但是呢她还来我家，就是为了一个龙董，她还要来做着帮我做家事。她说我看到一位老菩萨这样子，我有一点心不忍呢。那我就跟他说啊，人岁数也差不多有啦，你不要让他做得那么辛苦。他说师父我懂。他回去呢就跟这明文说，他说哦，那你已经做1年多了呢，实际是啊帮师父呢就是帮我做事，我也是很大的心愿想要完成，那你不能不能呢，我就
把这一年多的那让你完成一个溶洞，那以后呢你多投入去做慈济事，就这样呢。他说不可以啦，那但是旁边很多的师姐劝说他，就说可以啦，因为他的环境可以啊，那你就要用心啊，你多做一些慈济事，多去做劝募嘛，就这样的开始。那一年多呢，他就100万、用他的先生的名义啊，让先生完成溶洞，就这样，他很用心投入哦慈济的工作，所以呢，他现在一家3个溶洞他的儿女啦，都很被妈妈的这一份心啊，那为慈济，慈济为天下。人天下事也都被他感动啊，所以儿女都说妈妈你放心做你的，那我们呢也会继续你的心愿啊，朝向这样的方向走。所以呢这的确呢就是虚空有尽，我愿无穷。他现在还是呢很认真很用功啊，在精进中度了他的家人啊，那让他的儿女呢都是那样的要这个继承妈妈那这样的心愿啊，所以一家会都是菩萨啊，的确这都是发心啊。刚刚呢那这种实话借一心现，然后心存善念呐、警示善呐、心存恶，这个心，恶念存心啊，就恶无边。可是他是这种的心存善念这都是呢一念心啊，实话借啊，是就心法改。跟他一念心嘛，他这一念的菩萨境界啊，从我要盖医院一直到现在呢，将近30年哦，这一念心啊不变，那这都是永恒的菩萨心家境那样的单纯，那样的平淡呐、可以呢发大心立大愿，的确很令人感动。刚刚我们听到上人的开示，特别提到其实从郑明文师姐身上我们真正看到了这种一念心能现十法界，不管是当初为了盖医院救人，或者是为了大陆赈灾，为了国际上的灾难而奔走募款，或者是当医院盖起来之后需要有大家一起共同来投入在医疗志工的行列里面，抚慰陪伴病患以及家属，让他们能够心安，种种的不管是遇到什么样的境界现前，总是一念心不变。这念心不变的，那就是那一种既是救人，而且不断的要能够修改自己的习气，而且要提升自己慧命的这念心，从来未曾改变过。其实当我们看到了明文师姐她在病房里面这样子的贴心照顾病患，更让我们想到了还有一群医护的菩萨们，这群医护的菩萨们他们就是至为仁医至为护理，希望能够守护大家生命的健康。而在昨天就有一场非常令人感动的，那就是护理的加冠的仪式，这是我们的慈大的同学他们要开始进入了医院，开始进行临床的实习，总是要发挥那种观音大师的精神，把亲人当作是自己的亲人般的贴心的照顾。所以昨天在花莲的静思堂也特别举办了这一场的加冠典礼，其中有许多非常动人跟感人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透过画面来看看这种一念心要救人赎世之心就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心存大爱，胸怀感恩，自信地喊出宣誓词。46位慈济大学护理系学生当中，蠢灵珠为了实现当护士梦想，远从缅甸来到台湾求学。即使大同一届的同学5岁，仍然努力向学。在加冠的这一天，脸上的笑容藏不住他内心的喜悦。
很开心那么多人来帮我们就是庆祝，就是即将要进入临床的那个里程碑，对，就很感谢大家。由师长们双手为同学们加冠，象征着智慧增长与责任的传承。今年有八位男丁格尔穿起护士服，展现出信心亮丽的眼神，护理之路就此展开。在今天的加冠典礼之后，他们很快的就要进入临床，开始护理生涯当中的第一阶段的临床实习。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不过再怎么困难，只要有心，没有过不了的难关。值班时不要贪图睡觉，见到病人不要大呼小叫。台上的戏剧，加冠生展现出对于护理的热情与期待。在这个充满荣耀的时刻，不仅是师长给予满满的祝福，许多家长更是请了假来到了现场，希望看到孩子们承担使命，发光发亮。感动，差一点流眼泪，因为护理就是他的第一志愿呐。因为今天不是正常的假日，爸爸他是货柜车司机，本来假很难请，就为了来看这一刻。深深祈祷，祈愿天下无灾，更是为自己祈福。金舍法师期许护理系学生们在黑暗中能点亮心中的那一盏明灯，做一个救苦救难的白衣大士。刚刚透过画面看的真的是相当的令人感动，感动的是我们在慈济的教育系统里面，其实不仅仅只是知识的传承，不仅仅只是技能的培养，更重要的是这一念善心爱心的一个启发。而这份的启发，我们期待能够不断的去灌溉它，而且最重要的期待是把这个爱心的幼苗能够让它长大成林，庇应所有天下苦难的苍生。不管是我们看到了昨天在五谷的工厂的一个发生的大火，无常的一个视线总是令人相当的心疼与难过，也看到了明文师姐她那种舍身奉献，她自己可以说是不惜自己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安逸，他自己投入了这样子的一个可以说是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又能够去帮助盖医院，帮助许多的赈灾，而且还看到了在我们的可以说是在慈济大学的护理系的同学，他们也开始进入了医院里面，进入了实习的一个场域。最重要的是期待发挥这一份观世音菩萨大士慈悲为怀，关怀普天之下众生之苦的一个心愿。看到了种种的一个过程，我们都感受到还是一样，一念心能现十法界，而十法界就从一心来展现出来，一念心善就能够让普天之下期待人人内心能够拥有这颗善心爱念的一个萌芽，最重要的是期待天下能够无灾无难。慈济新闻深度报道，我们下周见。